量级的来宾，我们国政顾问团的张善政总会长。让我们欢迎最耀眼的掌声，欢迎张善政。支持韩国瑜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很多人问我说，韩国瑜为什么这么想选总统？我说不是他想选总统，是你跟我们期待他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为什么期待韩国瑜出来？因为蔡英文做得太烂了，我们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觉得谁最可以击败蔡英文，就是韩国瑜。所以韩国瑜是在我们大家的期待之下被我们拱出来的，不是他自己要出来选，而且是因为蔡英文做太差了，做太烂了，所以我们把一个最能够把蔡英文下架的韩国瑜抬出来，对不对？蔡英文为什么要下架？各位朋友，我给他大家三个罪状，大家记起来。今天我们这里的现场有20-30万人，请大家离开以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把这三个罪状传出去。第一个罪状，口号治国。口号治国。蔡英文曾经说，谦卑，谦卑再谦卑，他谦卑了没有？没有。他曾经说，劳工是我心里面最软的一块，他的一力一休，劳工满意了没有？没有。这几年台湾百业萧条，我们看到餐饮业、旅馆业专门说，明年如果蔡英文要再当选的话，他们都要打包了。蔡英文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没有听到，因为他不接地气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第一个罪状什么？口号治国。第二个罪状，再留子孙。再留子孙什么意思？前瞻计划花多少钱？好几千亿，8000亿，对不对？对。能源政策把不成熟的太阳光电跟离岸风电端出来，未来20年里面，我们的电费要多花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3亿台币，3亿台币20年，是你跟我跟我们的小孩20年要付的，这个就是叫做什么？再留子孙，对不对？再留子孙。第三个，破坏民主。去年公投明明以核养绿公投就过了，他怎么样？他说没有关系，我们2025照样把核电厂都收起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公投没收，是不是破坏民主？是。监察委员派了一大堆只有颜色没有脑袋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大法官也一样，只有颜色没有是非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黑手伸进校园，台大校长被他搞了这么久，对不对？对。公务体系被他搞得乱七八糟，在每个部长的办公室外面放了一大堆红卫兵的民进党党工在那边，所以第三个罪状是什么？破坏民主。破坏民主。大家来一遍哦，第一个罪状，口号治国。第二个罪状，再留子孙。第三个罪状，破坏民主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当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要投韩国瑜的时候，你反过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投蔡英文？这三个罪状在那边，你还投他吗？对不对？对。蔡英文他说他的竞选口号出来了，叫做2020台湾要赢。好，我们抓住这句话，2020台�湾要赢。过去3年多谁赢了？只有蔡英文的党羽做了一大堆吃香喝辣的位置，吴怡宁跟那个口译哥吃香喝辣，除了他们以外谁赢了？没有人。2020我台湾要赢，我们把它改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国瑜选赢，台湾就赢。国瑜选赢，台湾就赢。以后大家如果听到民进党在说2020台湾要赢，你要回一句什么？国瑜选赢，台湾就赢。再加一句话，小英下架，台湾就赢。小英下架，台湾就赢。
我们要把最能够打败的小鹰韩国瑜明年送进总统府，台湾就赢了，大家加油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国政顾问团的张善政团长。各位好朋友，虽然去年九合一蔡英文羞辱了我们的公投，但是我们不气不馁，我们继续联署冲。